33岁的林峰与19岁的吴千语拍拖近一年，两人爱得高调又痴缠，因而频频传出婚讯。最近有网友在微博留言透露，林峰家人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婚礼，更向亲友发出婚礼邀请，婚礼将在林峰家乡厦门和香港两地先后举行。对于有传言指有亲戚已经收到喜帖，吴千语透过经理人回复称没有那么一回事儿。而林峰堂妹林夏薇说没听过林峰结婚一事。另有媒体报道林峰吴千语将奉子成婚，吴千语近日参加活动也有澄清，绝对没有怀孕。娱乐99整理报道。